队长呢？不知道啊，队长呢？嗯，五百。哇哇，可以啊，这身斯文败类啊，衣冠禽兽啊，这都什么词儿？放心，都是好词儿。你们说他会喜欢吗？当然了，你可是我们 KK 的颜值担当，这还有什么不满意的？放心吧，队长，爱情姐她肯定会喜欢。加油！哎，好啊！魏公啊，都是礼服啊！对呀，现在的婚礼啊，要好几套礼服呢。我们早点准备，配一配呀，孩子们。啊，对。哎，你好，二位，你好，二位是要选礼服吗？是，家里的孩子结婚，哎，你给推荐。我是外公，这是爸爸。还有个机器人。两位试的怎么样？哎，挺满意的。哎，我全都要了啊！哦，全要了。那怎么付账？找他。哦，那好，那我帮你包起来啊。好啊，外公啊，全都要，这太让人破费了。怎么这么说啊？很快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不分你我啊。哦，对，我有个朋友啊，介绍了一个家居设计师啊，要不我们两个帮孩子们把把关？哎，这可以啊，孩子们忙啊，顾不过来。但是您不能再抢单了啊。你付啊，我可以跟您分享一点点。走，咱们去喝茶啊。这个我可以请。两位坐。房屋的平面设计图呢，我们已经看过了。我现在呢，还想跟二位了解一下我们对房屋整体设计风格的需求。我听说二位新人好像是运动员。哎，是。嗯，格斗机器人运动员是吧？不错。我们的孩子啊，都是高科技的人呢、啊，不但是机器人呢、哦，还有人工智能，路路的机器人也一样。Hello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家里是不是应该来点科技元素啊？你看。这个，别去了。他们基地我去过，哎，全都是铜皮铁骨的。你说半夜起来一看见，估计吓一跳。不，还是来点温馨的吧。来啊，温馨啊。哎，要不要我们试试极简风格啊？您看，很受年轻人喜欢，既具未来感呢，又具有家庭属性。极简的。这我懂啊，这里面呢是空空荡荡的，这人都见不着。不要，这也不合适。那试试中式古典风。中式古典风，这不就是红木黄花梨吗？这太古板，年轻人不会喜欢的。还有啊，太贵了，这不合适。太贵了，不合适是吧？那这个欧洲复古风呢？二位看看。这不就是这蕾丝啊，什么花边啊？这不行。其实这也不便宜，这也不合适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不如二位跟我说一说，咱们具体是想要什么样风格的，我拿笔记一下。就这样子了。比方说，简约而不简单啊。那么如果低调呢，而不失奢华啊，那然后呢，这个温馨中，温馨里面呢带点科技，对，那还有就是典雅中，对，
等一下咱们再多一点喜庆。哎，对。哎，亲家，你还有什么补充没有？啊，都挺好，都挺好。您说的非常全面了。最重要的就是。最重要的是，物美价廉。哦。对对对。甲方虐我千百遍，我待甲方如初恋。待到他日做甲方，虐尽天下设计院。哎，小白你来了，来来来来，啊，快来看看你外公的成果啊！成果啊！你跟艾希又快结婚了吗？我知道你们两个都忙，所以我跟艾希的爸爸呢，就预先把你的新房子装修给弄好了。嗯，新房装修？是啊，快结婚呢，这新房子装修呢要提早做。不是还有我哥吗？您先紧着他弄就行。你哥的个性。挑先解释了，我才不管他呢。来来来，你看你看看，我知道你们那年轻人呢不喜欢传统的东西，所以呢我捡了这个智能家居啊，所有的灯光的颜色随时都可以变的，还可以声控的。你看怎么样？就挺特别的哈。对呀，对呀。哎呀，我跟爱心的爸爸跳了好几次啊。哦。不过我觉得呢，这个颜色好像还可以改一改。嗯。外公，我这套我觉得已经很好，不是还有我哥吗？你就帮他也设计一套，就设计的比我这套更加喜庆一点，不然他又要说你偏心了。对对对呀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。好吧，趁着我的手热，我也帮你哥哥。弄一个好的。那外公，我就不打扰你了，我先啊走了。嗯，恭喜你，马上又有一套新的婚房。赶紧帮手，好沉呐、啊！爸，您来了。哎，外公，这什么呀？这么沉？麻将。哎，外公，我这个一个人待家里好无聊啊，所以呢，来这里呢，你们陪我打几圈啊？打麻将？嗯。啊，太好了，我正想打麻将呢。啊，爱琴，嗯，你会打麻将吗？我看我爸打过，会一点点。哎，等，行，那你我，哎，小白一起打。外公，我不会打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